弟弟攀上了一个富家女，她给他买车、买房、买名表。跻身上流社会的弟弟得意的笑了：“哥，我可以这辈子都踩在你头上，有我在，你永远也别想好过。”可惜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听到了富家女和系统的对话：“宿主，你攻略错人了，不是弟弟，是哥哥。”婚礼上，弟弟目眦欲裂，看着富家女穿着奢华的婚纱，一步步走进我的怀里。今年的优秀学生是黎放，我在一片掌声中站起身，走上台。老师把一张红色的奖状交到我手上。爸妈在台下高兴地直拍手，妈妈骄傲地对旁边的家长说：“这是我儿子。”我捧着优秀学生的奖状，准备站在台上分享学习经验的时候，教导主任领着一对夫妻走了过来，那对夫妻二话不说，跳上台就甩了我一巴掌。我被打蒙在原地，红色的奖状飘落，被他们一脚踩了上去。就是他，这不要脸的小犊子，想要猥亵我们女儿。爸妈见到我挨打，也赶忙冲上来，学校几位老师也站起来拉架。现场一片混乱。那对夫妻在校方的劝解下，总算忍住了脾气，解释了打我的理由。他们是班上张小婉的爸妈，学校成立了帮扶小组，我和黎晨以及四五个同学都和他一个小组。我闺女晚上哭着告诉我，这小杂种利用补课时间把我闺女拉去空教室，掀她裙子，摸她的腿。张小婉的妈妈越说越激动，红着眼睛就想再冲过来。有同学也指认，那天确实看到两个人从没人的教室走出来。张小婉还红着眼眶，像是哭过的样子。我没有，不是我。我大声反驳，爸妈不信，你不要乱泼脏水，我家孩子全校第一，怎么会去猥亵女同学？你不要污蔑我们孩子。老师也不愿相信，我这么品学兼优的孩子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推搡间，我扫到了人群里的黎晨，他缩着脖子，眼神闪躲，明显就是做贼心虚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老师顺着我的眼神，也看到了台下的黎晨。他大声地喊停了骚乱，指着黎晨说：“他们是一对双胞胎，你们确定没认错吗？”黎晨被老师带了上来。张小婉的爸妈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黎晨，拿不定主意。于是，他们把张小婉喊了来。在全校人的目光下，张小婉咬着下唇，对他爸妈说：“我没有看到他额头上的痣，这话对我来说，犹如晴天霹雳。”爸爸失望地看向了我，妈妈的神情里包含愤怒。在他眼里，我不光是个灾星，还是个会猥亵女同学的变态。不是我，爸妈，你们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无论我如何解释，都是那么苍白无力。台下的黎晨在窃笑，他咧着嘴，用只能我俩看到的角度，用口型比划道：“你完了。”我和弟弟是双胞胎，长相也有八分相似，但我们能被人一眼就看出来，因为弟弟眉间比我多一颗红色的痣。爸妈信佛，他们觉得长了眉间痣的人是有大福气的，所以从小到大，弟弟都是被格外偏爱的那个。我用100%的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想要让父母喜欢上我。可是每当我快要成功的时候，我的弟弟都会用那双和我相似的眼睛斜斜地看着我，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恶意。黎放，就凭你也配当我哥哥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长得和我那么像，是你分走了属于我的运气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不会有人相信你喜欢你的。我以为那只是黎晨的戏言，我们毕竟是同胞而生的亲兄弟。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。妈坐在我面前，看了看我，欲言又止。黎放，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，现在学校里你的名声不太好。你之前不是拿到了保送名额吗？我们的意思是你让给黎晨得了。张小婉父母现在说什么也不松口，我们怕对你弟弟也有什么影响。因为这次莫须有的诬陷，爸妈居然真的让我把985高校的名额让给弟弟。我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，突然感受到一道刺骨的视线，是黎晨。他半张脸隐藏在黑暗中，看着我露出张狂的笑，这个笑容和小时候家里发生火灾的那次一模一样。6年级左右，黎晨因为贪玩弄坏了煤气罐，家里起火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扑灭火苗，而是迅速逃到他好哥们的家里制造不在场证明。当时家里除了我还有妈妈，只是我们都在睡觉。等我被浓烟呛醒，妈妈已经陷入重度昏迷了。是我拼尽全力将妈妈带出了房间，却避免不了房子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付之一炬。妈妈睁开眼后，黎晨哭泣着扑进她的怀里。都是他，都是哥哥。我看到他早上围着煤气罐不知道干了啥，肯定是那时候把罐子弄坏的。没想到那天我同学正好叫我去他家，要是我在，我肯定会阻止哥哥的。当我睁眼，迎来的是妈妈重重的一巴掌，这让本就虚弱的我差点继续昏迷过去。这是妈妈第一次打我，第一次用这么可怕的眼神看我。那眼神，我至今都还记得。黎放，你真的是个灾星，我们的家因为你全毁了。年纪尚小的我语无伦次，支支吾吾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只是睡了一觉呀。却不想我窘迫的神态更是加剧了我的嫌疑。直到黎晨偷偷跑来，他露出刺眼的笑容。哈哈，本来我不好全怪在你头上，但可能你真的有点倒霉吧，你和妈妈都在睡觉。那肯定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可惜，不管我说什么都无法掩盖那位帮助黎晨作证同学的证词。我就这么成了这场火灾的罪魁祸首和爸妈眼里的灾星。即使遭遇了这么多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反抗。这是我自己考出来的成绩，是我努力的结果，他凭什么不劳而获？爸爸盘着手里的佛珠，轻蔑的眼神是那么熟悉又陌生。晨晨是有大福气的人，他就该得到最好的。你把成绩给晨晨，还能沾到晨晨的福气，
我们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在和你商量。妈妈更是拿着擀面杖狠狠敲了我一顿，打得我浑身青紫。她骂我没良心，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，不，生下来就应该把你淹死。你一个会猥亵女同学的变态，会闹火灾的灾星，还好意思在这和我们讨价还价。我不甘心，晚上跑回了学校。没想到这件事情闹得很大，同学们的眼神如芒在背，他们看到我就像看见了瘟疫，他们不再和我说话，就连小组一对一练习，我也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个。我那时几度抑郁，消瘦的厉害，对父母弟弟的恨，对自己的厌恶，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。最终我的985名额还是被黎晨拿走了，他去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，我去了他的三流野鸡大学。我曾经的努力被父母全盘否认，他们也拒绝为我缴纳上学的所有费用，我的抑郁更加严重了，总觉得有人在我耳边轻喃。他说我与其这么狼狈的活着，不如再找个更高点的地方跳下去一了百了。我整个人死气沉沉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为了挣取学费，我开始做着一些普通的工作，去餐厅端端盘子，洗洗碗。在我以为这一辈子就会这么活下去时，我就下了车祸的江月白。因为前车恶意刹车，导致三辆轿车追尾，而江月白的车子在最中间，他气若游丝，脸色惨白，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车门掰开，自己的双手也鲜血淋淋。我忍着手上传来的疼痛，将他用力拖出了驾驶座。他在昏迷前紧紧拉着我的手，给了我一个虚弱的微笑，他说他要报答我。没想到后来他报答的方式是宣布和我弟弟正式交往。门被敲响了，门口站着一个好看的女人，瓜子脸，丹凤眼。她踩着小高跟，梳着高高的马尾，配上她冷淡的表情，看得黎晨眼睛都直了。她上门原因很简单，为了报答救命之恩。那天谢谢你了，这个是我小小的心意。江月白递出的是我们这边最贵的半山别墅的房产证，并将它直接给了黎晨。这时我才知道，我救下的这个女人身份不一般。黎晨眼睛都睁大了，他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理智告诉他不能问，这也太贵重了。我忍不住了，对他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救你的人也许不是黎晨呢？那天你被追尾，是我要去送外卖菜，你又是从哪来的冒牌货？江月白眼睛带上了厌恶，看我的样子仿佛我是什么想要冒领功勋的卑鄙小人，不过是看到好东西闻着味赶来抢功的垃圾罢了。美女你先进屋，别理他，他虽然是我哥哥，但他脑袋不好，人品也有问题。黎晨反应非常快，他已经从我的只言片语猜到了一切，并且要迅速隔绝我被认出来的一切可能。我握紧拳头，为什么什么都会被他抢走？我举起因为掰车门而伤痕累累的手，那天不是我弟弟，我的手是因为救你受伤的，你当时还拉着我。江月白进屋子的身影顿住了，他回头再一次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，他的眼神这次带上了鄙夷，像是在看跳梁小丑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很确定那不是你，你弟弟说的没错，你吃相太难看了。为什么很确定？我一下茫然了，我都开始怀疑，难道那天的一切都是做梦？我争取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到江月白高额的报酬，我只是不甘心，为什么什么都会被抢走？我甚至觉得是不是真的有上帝，我只是为了衬托黎晨而被捏造出来的 NPC。 那么也许我应该离开，我应该当我自己世界的主角，而不是黎晨世界的配角。我决定逃离，跑得远远的。住校考研或是南下打工都是目前最快的选择。我转头出了门，再也没回来。好日子过了没多久，周五黎晨打来电话，哥，有一件大好事我得告诉你，我可以这辈子都踩在你头上，有我在你永远也别想好过。他用高高在上的口吻告诉我，他要和江月白订婚了，星期六我必须回去商量两家订婚宴的事宜。他们订婚我能插手什么？不过是黎晨想要看看我难受的样子。自从我选择了住校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他们有任何往来了，也不太清楚黎晨的情况。但是江月白是黎晨的舔狗，这个事情我是很清楚的。江家有钱的很有名，江月白为黎晨做的事情又特别高调，所以哪怕不在同一所大学，我也有所耳闻。黎家小儿子在路上救下富家女江月白，富家女从此立誓此生非他不嫁。黎晨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拿着江月白的钱交了不少公子哥，天天出入高档会所。也有人鄙夷江月白，好好的富家千金被黎晨浇了一头红酒，还笑着给黎晨擦血，就像是被下了降头。更有人调笑江家以后要改姓黎了，甚至有同学问我，你和那个黎晨好像是同一所高中的吧，你也姓黎，是亲戚吗？你认识江月白吗？我当时只是摇了摇头，戴上耳机开始默背英语单词。江月白是舔狗也好，被下降头也罢，又与我何干呢？但是现在我答应了回去，也由不得我不答应。因为黎晨说我要是不回去，他亲自开车来接我回去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和这个黎家有任何关系，只是回去坐坐而已，完事就走也没啥吧。到家时沙发上坐着两伙人，泾渭分明，爸妈和弟弟趾高气扬地扬着下巴，而对面坐着江月白和他的父母，江父江母看起来雍容华贵，和我的父母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只是他们的脸色很不好，看得出他们在全力压抑着怒火。爸爸先开了口，眼里全是贪婪，亲家也不是我们不好说话，但陪嫁的事情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，毕竟几百万就想要晨晨这样的女婿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妈也轻声细语，口气里却带着傲慢。月白这闺女我是真的喜欢，
可我家晨晨更不错啊。985名牌大学，聪明又懂事，还特别有福气。江母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女儿。江父冷哼一声，这福气还是留给别人吧，我们家不需要。一句话让黎晨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他从小到大被人捧惯了，哪里受得了冷言冷语，哪怕这个人身价百亿，哪怕是自己未来的岳父。他不悦地瞪了眼江月白，但江月白低着头并没有看他。黎晨的火气没地方出，转头正好看到了我。他快步走过来，用力推了我一下。叫你早点回来，你现在才到家，你要是不想回来，干脆死外面算了。我没站稳，直接被他推得踉跄，头重重撞在了墙上。突然，四周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，却有两个人的对话突兀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宿主，我们弄错了攻略对象，我们要的攻略的是黎晨的哥哥黎放，他才是当初救你的人。什么？黎放？你是说黎放救了我？当初是你那么肯定的告诉我，救我的人是黎晨。我就说三年了，就算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，怎么攻略值根本没有增加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先前那么对待黎放，这回要怎么把他的心拿下？我摸了摸脑袋，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脑海里的声音却再次响了起来。系统，你确认一下，真的是黎放？宿主，这次绝不会弄错。我看向江月白，他依旧低着头，没有任何动作，可他的通篇国骂却响彻我的脑海，言语犀利，用词刁钻，没有一个句子是重复的。所以江月白有个系统，系统让他攻略我，可是攻略对象被搞错成了黎晨。他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要做攻略任务，怪不得当初他那么肯定自己没认错人，原来系统告诉他是谁就是谁啊！我退到了墙边，捋着自己的思路。黎晨发泄完，回到沙发坐下，不耐烦地对江月白说：“江月白，你说个准确话，就5000万这点小钱，你到底给不给？”爸妈也对着笑容跟着附和：“就是啊，月白，这点钱对你们家算什么呢？像晨晨这么好的对象，多少女孩子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你可要珍惜啊，不然他要是不高兴了。”他们的话还没说完，江月白蹭一下站了起来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，浑身散发着冷意。他怒视黎晨和我爸妈，完全没了当初讨好黎晨时的唯唯诺诺。那么喜欢钱，就让你们福气大的晨晨自己去赚啊！没本事的癞蛤蟆，还想软饭硬吃，真是够不要脸。黎晨，我们分手了。黎晨和我爸妈都愣住了，爸妈有些紧张的看向黎晨。江月白一直都是他们的提款机，要是江月白真的和黎晨分手了，那他们进入上流社会，成为人上人的梦想可就破碎了。再想找一个这么好欺负的富家女，可不容易。哪怕他们对黎晨未来发达有信心，也不想失去马上就能飞黄腾达的机会。黎晨的瞳孔一缩，随后无所谓的笑了，他并不认为江月白真的会和他分手，毕竟这女人为了他卑微到连尊严都能放弃。他依旧高傲地指着江月白：你闹什么脾气呢？你家那么有钱，给我爸妈一点怎么了？再说以后你嫁给我，你们江家还不是要靠我来撑门面，难不成让你一个女人在外抛头露面吗？赶紧给我和爸妈道歉，不然我绝不会原谅你。我看着颐指气使的黎晨，心里莫名有些暗爽，他可能还不清楚自己到嘴的豪门鸭子马上就要飞了。江月白安抚住暴怒的江父江母，他站起来走到黎晨身前，狠狠甩了黎晨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原本昂着头等着江月白道歉的黎晨，被这结结实实的一巴掌打得摔倒在地，不敢置信的捂着脸：你居然打我！江月白，你活腻歪了。江白月甩了甩发麻的手，拉起他爸妈就走，顺便也带走了别墅里的保姆和厨师。我送你的东西统统还给我，还有这别墅，我给你们一天时间，明早就从这里搬出去，不然你们就准备上法庭吧。在我爸妈和黎晨震惊的目光中，江月白摔门离开。离开前，他悄悄瞥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满是纠结与懊恼。爸妈和黎晨进了屋子，他们似乎忘记了我。我摸了摸脑袋，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不过我没有想太久，因为今天回来，我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。我摸上了楼，从爸妈房里拿出了户口本，然后揣上自己的身份证，赶往辖区的派出所。很快，我就把自己的户口独立了出来。一整天，爸妈和黎晨都在屋子里研究，他们不知道江月白要分手，到底是真是假。我赶回来，做好了晚饭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们做饭了。屋子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，爸爸的底气明显不足。我都说了，先别要那么多，你们非不听，现在怎么办？他真要是闹分手，收回房子，咱们去哪里住？明天我上司约我去打高尔夫，还让我引荐江家小姐给他认识呢。妈却气急败坏的诅咒：黑心肝的忧，晨晨本来就特别优秀，自己创业也能做个大老板，绝不比他们江家差。他们这是看晨晨前途无量，想一分钱都不花，让晨晨去给他们江家卖命。他们都在责怪别人，从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寻原因，也是像他们这样自私的人，哪里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呢？黎晨的声音里带着气恼，还有莫名的优越感。放心好了，江月白肯定不敢和我分手，估计是因为他爸妈的缘故。算了，大不了我明天给他些面子，只要我说两句好话，他能把江氏的钱全捧到我眼前。就凭我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要不是江家有点钱，我能看上他吗？该死的，他居然敢打我！等我把他娶到手。接着就是爸妈的吹捧，听着都让人汗颜。黎晨的自大就是这么被爸妈一点点喂出来的。
江月白若是真的不攻略黎晨了，不知道他还能不能骄傲的起来。爸妈和黎晨走出屋子，才发现晚饭已经凉了，他们这才想起我，上楼砸我的房门。滚出来，一点用都没有的东西，这么长时间跑哪去了？钱也不往家里寄，我看你是翅膀硬了要飞了。江月白打你弟弟的时候，你就站在旁边看着，他走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拦一下，真是白养你了，废物。他们将门踢得咣咣作响，可我毫不理会，没有半点开门的意思。最后他们骂骂咧咧下了楼，看爸妈有恃无恐的样子，他们压根就没打算搬走。我很期待明天江月白看到他们不走会如何做。第二天一走，江月白就来到了别墅。黎晨还以为他是来道歉的，他看了眼爸妈，满眼都是看吧我就知道的神色。哼，你的大小姐脾气也该收一收，连我的电话都敢不接了，怎么现在知道错了？黎晨自以为拿捏住了江月白，露出不屑的神情。我告诉你江月白，我也不是非你不可。话还没说完，他们却傻眼了。江月白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，在他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黑衣的保镖。他冷冷地看了眼爸妈和黎晨，眼里全是不加掩饰的厌恶。我说过，今天你们必须搬走。你们既然不搬，那我就帮你们搬。他一挥手，十几个彪形大汉冲上了楼，将里面属于爸妈和黎晨的东西统统丢到了大门外。爸妈震惊地挥舞着双手，想要去拦，又不敢。你们怎么能私闯民宅？你们赶紧走，不然我要报警了。住手，都给我住手，不准搬，这是我家，你们凭什么扔我的东西？黎晨更是怒火中烧，他瞪着眼睛冲到江月白跟前，伸手就要拉他的胳膊。还没碰到江月白的手，黎晨就被保镖们按在了地上。他愤怒地大喊，江月白，我警告你，把我家收拾好，跟我爸妈道歉，然后滚出我家，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。江月白没有理他，而是看向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我。晨光顺着落地窗户洒在台阶上，仿佛铺上了一条金灿灿的地毯。我踏着金色，涉级而下，稳稳走到江月白面前，停住脚步。江月白的眼眶微微泛红，他咬了咬下唇，轻声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你救了我，昨天我让爸妈查了你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真的没想到你过得那么不好。他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黑卡，忐忑地塞到了我手里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刚才还在叫骂的爸妈已经哑了声音，他们呆呆盯着我手里的黑卡，都忘记了阻拦那些黑衣保镖。江月白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凭什么把黑卡给黎芳？那应该是给我的，给我的，我的东西，你居然给那个废物。黎晨不敢置信，他拼命挣扎起来，吃人的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。你的，什么是你的？你个不要脸的玩意。江月白听到黎晨的辱骂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他见我没什么反应，快步走到黎晨身前，抬起脚，狠狠踩在了黎晨的手背上。顿时，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，我的黑卡，什么时候成了你的？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黎芳救我，被你冒名顶替的事情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哦，还有你大学的名额，好像也是黎芳的吧？黎晨的哀嚎声变小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他一个废物，都是因为沾了我的福气，才考了那么高分，本来就是我的，我拿回来有什么不对？看着黎晨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江月白都被气笑了。那么救我呢？你怎么敢说是你救了我？妈妈最先反应了过来，她用力推开江月白，一边小心扶起黎晨，一边怒骂道，谁救的不是一样，你又没有死，让晨晨顶替是他的荣幸。你怎么能拿着灾星和我的晨晨相提并论？哎呦，我可怜的晨晨手都肿了，天杀的，佛祖不会放过你。妈妈的话依旧冰冷无情。我摸了摸胸口，很意外，并没有多难过。原来伤痛多了，心也会麻木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厌恶我，就算他们疼爱黎晨，也不该如此对我。我也是他们的孩子，是他们的骨肉啊。我直白地问出了这么多年来的疑惑。爸爸瞥了眼我手中的黑卡，非常笃定地回答，你懂什么叫福祸相依吗？晨晨他是福，那你就一定是祸。晨晨的福气越大，你就越是个祸害。我们能有你活下来，都已经是看在佛祖不杀生的份上了。还不赶紧把属于晨晨的东西还给他，你敢抢他的东西，要遭天谴的。我勾了勾唇角。原来这就是他们怨恨我的理由啊，未免也太可笑了。我为自己悲惨的20多年感到不值。福祸相依不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吗？老子是道家也不是佛家。什么时候爸妈也开始信道教了？不怕佛祖怪罪吗？爸面红耳赤，气急败坏，却无力反驳，只能重复着，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？江月白一直盯着我，他似乎被我自嘲的笑容刺痛。我听到他在和他的系统说，马上2024年了，怎么还有人这么迷信？果然不是所有人都是人，不是所有父母都配做父母。我看了黎芳的档案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他这些年受了多少苦，我居然还相信了黎晨的鬼话啊！我真是。系统沉默了一瞬，回答道：宿主提醒你，还是要尽快完成攻略。鉴于系统的识别失误，宿主只需要和攻略对象结婚，就算任务完成。江月白沉默了一瞬，似乎有些难过。难道就没有人心疼他一下吗？我垂下眼眸。是啊，就没有人心疼我一下吗？哪怕很小很小的一下。他强打着精神走到我身边，对爸妈说：我不管你们信什么，也不管到底谁有福气，但你们欺骗我是事实，
那么就应该承担后果。江月白命人把爸妈和黎晨都拖出了别墅，他想把这栋别墅送给我，我没有收，当然黑卡我也还给了他。没几天，江月白转来了我所在的学校，我不得不感慨，有钱人真的可以随意任性。全校都轰动了，他们也知道了江月白再次转校的原因。现在只要我走在校园里，就会收到各式各样探究的目光。爸妈和黎晨挨个给我来过电话，爸妈无非是来骂我的，他们认为我再次窃取了属于黎晨的气运。他们甚至跑去了寺庙里，还跟方丈聊了很多关于抢夺气运的问题。也不知道那位方丈说了什么，爸妈拿了一堆符纸来学校找我，要在校门口给我施法。他们说我是恶灵，逼着我喝下他们煮好的符箓水。哪怕我的内心比从前强大了不少，可我还是觉得丢人，很丢人。我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人体标本，把自己的丑陋与不堪完全暴晒在阳光下。那些嘲笑、震惊的目光一寸寸凌迟着我。天啊，黎芳的爸妈太吓人了，他们居然在跳大神。快看，他妈在翻白眼呢，他们居然说自己的儿子是恶灵，哈哈哈，太丢人了。我要是黎芳，估计想要一头撞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黎芳和那个黎晨是亲兄弟啊，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江大小姐玩得可真花，追完弟弟追哥哥。嘿，要不要报警啊？对了，录完的视频给我也发一份。我避开向我泼来的黑狗血，又将爸妈手里的蜡烛打翻在地，在他们嚎叫声中转身离开。学校自然不允许校门口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，爸妈被保安赶走了，可我知道他们并不会善罢甘休。等了好几天竟然风平浪静，直到黎晨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江月白派人去警告了爸妈，如果他们再敢来骚扰我，就让他们消失在这个城市。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你吗？别做梦了，我告诉你，江月白就是为了让我吃醋才拿你来刺激我的。你不要自作多情，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你看着吧，只要我冷他一个月，不，最多半个月，他就会乖乖的回来求我。我掐断通话，做梦的人从来都不是我。江月白一直默默跟在我身后，不像追求黎晨时那样高调而张扬，他现在就像个隐形人，从不主动介入我的生活。可只要爸妈动了想找我的心思，他就会出手。爸妈知道江家的厉害，他们能折腾我的方法只有打电话来跟我要赡养费了。在江月白的帮助下，大学最后一年是我过得最平静顺心的一年。我找到江月白，这一年来他的脸色越发不好了。从他和系统的对话中，我知道了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原本是活不到成年的。这个系统找上了他，告诉他只要完成了攻略任务，他就会恢复健康。这个攻略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他现在还有最后两个月了。我想和你做个交易，你愿意吗？比如结婚。江月白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他看向我的目光中带着激动与疑惑。我阐述了自己的目的，很简单，我想自己创业。我在大学里参加了导师的研究小组，专门研究芯片，可我的导师虽然有大才，人脉却不够，拉不动投资，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。江家为了江月白给我投资，而我可以娶她，保住她的命，这是双赢。我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尊严放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江月白自然高兴，钱对他来说算是最廉价的东西了。黎晨得知江月白要嫁给我，带着爸妈发了疯似的到处堵我。他们在一个放学的午后把我拉到了一个小巷子，爸妈的样子明显老了不少，也没有了以前的优越感，看来没有钱挥霍的一年里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。黎晨更是颓废不堪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就连衣服都沾染着污渍，像是几天没有洗过了。黎放，把江月白还给我，你有什么资格和他结婚？和他结婚的只能是我。你不配。他咬牙切齿的一拳打向我，被我轻松躲开。我弹了弹身上不存在的灰尘。听说你最近有点惨啊，以前和你交往的那些公子哥都不理你了吧？他们说江大小姐玩腻了，嘲笑你被甩了。我还听说你的成绩很差，挂科太多，根本没办法毕业。你瞧啊，黎晨，不是你的，永远都不是，你就是抢走了又能如何？说完没等黎晨反应，我抬手回了他一拳。这一拳非常狠，我将自己20多年的怨恨与不甘全部掺杂了进去。黎晨被我一拳砸倒在地，他抱着脑袋嚎啕大哭起来，真是个废物。妈妈尖叫着冲过去安抚，爸爸则抽出腰带毫不留情地挥向我。我笑着抓住了挥来的皮带，稍一用力就把爸爸拽倒。他们瞳孔地震，仿佛眼前的我不再是他们认识的那个逆来顺受的儿子。你这个不孝的孽障，怎么敢打你弟弟？反了反了，我是你老子，我打你，你居然还手。我笑了笑，夺过皮带双手用力，啪一声脆响，皮带应声而断。我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不会以为你们那点微不足道的亲情能够永远控制我吧？我再也不是那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孩子了。我和江月白的婚礼很隆重，江家的亲戚朋友很多，他们对我的态度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，都得看在江家的面子上笑脸相迎。我没有邀请爸妈和黎晨，他们恨我还来不及，自然也不会愿意给我送上什么祝福。可是管不住黎晨自己要跑到婚礼现场受虐，他想冲上婚礼舞台捣乱，可惜被两个身材魁梧的保镖架着。他想回家，两个保镖也没有放他走，他只能咬牙切齿地看着我和江月白交换完戒指。礼成之时，我又听到了系统的声音，恭喜宿主完成攻略任务，宿主得到奖励健康。
系统将与宿主永久接榜。江月白在心里又喊了几声系统，系统再无回应。从那之后，我也没有再听见过江月白的心声。江月白太过激动，拉着我直流泪。我笑着给他拭去眼泪，心里由衷为他感到高兴。婚礼结束，江家的私人医生等候已久。医生给江月白做了全身检查，检查结果显示江月白完全恢复了健康。江月白在和我结婚前就把自己绑定系统的事情如实告诉了江父江母，他们原本还带着怀疑，可现在看着江月白的体检报告，他们才真的相信了。江父江母很感激我，他们不但投资了我的实验室，还发动人脉帮我成立了公司。我忙公司之余，找律师起草了一份赡养协议。爸妈总是说我花掉了他们多少钱，现在我加倍还给他们。爸妈当然不愿意，我给的钱他们压根看不上，他们的胃口早就被江月白养得太大。爸爸甚至威胁我，你要是不把江家一半的财产分给我们，我们就把你这个不孝子告上法庭，还要把你曝光到网上，让全国网民都看看你这不养父母的丑恶嘴脸。我拦住了愤怒的江月白，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手段。从江月白给的那栋别墅搬出来之后，他们住的是曾经的老破小。我买了他们楼上的那间房，并雇了一群壮汉住进去。他们早上6点起床，晚上打麻将到凌晨，半夜出门吃宵夜，因为楼道太黑，还时不时撞到爸妈的房门上。不到一个月，爸妈就跟我要钱，想要搬走，但他们还是不同意签署协议。我生生拖了3个月，黎晨最先遭不住了，他冲上楼和壮汉们理论，险些被一群人围殴。娇生惯养的小少爷何曾受过这种委屈，壮汉大哥打电话给我时，语气里全是鄙夷。老子就没见过一个男人哭得像个娘们。在黎晨的撒泼哀求下，爸妈终于咬牙签好协议，和我一起去做了公证。我离开前，黎晨恶狠狠瞪着我，你等着吧，黎放。老子是福星，就算没有江月白，也有的是豪门小姐愿意嫁给我。我支付了全部赡养费，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没想到陪着江月白参加一场晚宴，居然看见了黎晨。他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，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蛋糕慢慢喂给一个200多斤的女人。那女人被噎了一下，生气地将蛋糕打翻在地。黎晨瑟缩着脖子不停道歉。黎晨那卑微的样子颠覆了他20多年来在我心中的跋扈形象。那是房地产大亨的女儿苏荣。黎晨居然傍上了她，口味可真重。江月白顺着我的目光看到了那边的情况，黎晨也看到我们，眼中闪过恼怒和恨意。在我借着醒酒走去阳台之际，他也跟了出来。黎放，你现在很得意吧？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，江月白怎么会突然放弃我？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，就连爸妈找来的大师都没办法破解。果然大师说的对，你就是万年修炼成精的恶灵。他的话颠三倒四，没有逻辑，还很可笑。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大学你是白上了，居然相信这些封建迷信，难道你就不能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？我有什么原因？出生的时候大师就给我们算过命，我是福寿双全的大奇运之人，一切好的东西都该属于我，都到了这种地步，他还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。我转身就要离开，黎晨却拉住了我的手。给我点钱，苏小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客户，只要我投进去300万，一年内就能10倍返还。只要你给我300万，我允许你参与进来，怎么样？他怕我拒绝，又赶紧说，江月白那么有钱，拿300万轻轻松啊。你要清楚，在江家你始终是个外人，多给自己赚点钱，留点后路。我甩开他，嗤笑一声，300万变3000万，这么好的项目，那位苏小姐自己怎么不介绍给别人，居然介绍给你？可别说是你魅力大，是你气运强，除了傻子谁会相信？你别说那么多废话，到底给不给？你要是不给，我就让爸妈来跟你谈谈，就算有江月白护着你，可爸妈要是真闹起来，哼哼，我劝你仔细想一想。我早已不怕爸妈来闹了，但要花费精力去平息，事业起步期我实在不想给自己找麻烦，可我若是给了钱，他们定然会以为我怕了，以后更是没完没了。我垂下双眸，再抬起时已然冰冷。我声音里带了些许蛊惑，轻声说，你不是那么想要钱吗？给爸妈的赡养费我已经汇到他们账户里了。黎晨的眼睛转了转，收回了还想抓我的手。我很久没有再听到关于黎家的消息了，直到有一天江月白告诉我，爸妈和黎晨都进了监狱，苏荣让黎晨投资的工程烂尾了，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。黎晨把你爸妈的那些赡养费全部都要了出来，还觉得不够，他又去小额贷款那里借了200万，贷款用了你爸妈的名字，哪怕他们把现在住的房子都卖了也还不上。黎晨不甘心，去找了苏小姐，两句话没谈拢，黎晨竟然动了手。你也知道他被你爸妈惯出来的骄纵性子，苏家虽然快垮了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他一边偷偷看我的脸色，一边故作开玩笑道，其实进去也不错，好歹在里面他们也能安分一些。我笑了笑，并未揭穿他。黎晨能不惜去借高利贷也坚持投资，要说里面没有江月白的手笔，我是不信的，更何况苏家小姐岂是那么容易见到的，他身边的保镖呢，生活助理呢？不过这也正是我想要的，他们耗干了我的全部感情，还想透支我的未来。刮骨疗伤虽疼，却能一劳永逸。是啊，我也变了，在社会上经历了摸爬滚打，也能狠下心将他们推进深渊了。番外江月白视角。
和黎放离婚的第十个年头，他的公司越做越大，市值几乎与我们江家不相上下。黎放能力超凡，完全不是他那个草包弟弟能比的。我心里很清楚，就算我没有帮助黎放，他凭借自己的能力也能走出辉煌。早点或者晚点的区别而已。我们的婚姻只是他的一点同情和一个聪明人对成功风向的利用。我们离婚后，他没有再婚，身边更是没有其他女人。世人都说他爱前妻至深，心里容不下别人。还有人明里暗里劝我，这么好的男人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都应该大度一些，离婚实在太过了。我只能露出苦笑。就是在我们结婚的那十年里，黎放也没有碰过我啊。我甚至放下了属于我身份的骄傲，有些卑微的和他说，你是嫌弃我吗？可是我没有和黎晨有那种关系，我当时心里是不喜欢他的，只是因为系统要让我攻略他，我没有让他碰过我。黎放只是摇了摇头，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没有我。十年来，越接触他，我就越心疼他。我真心实意的想和他在一起，可他并不愿意去爱任何人，也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爱。爱，对他来说，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。他已经足够强大，曾经做梦都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如今被他弃之敝屣。黎放的母亲死在了狱中，他的父亲被刑满释放了。黎放倒是不再计较。他觉得母亲已经没了，父亲进了监狱一趟，也就可以一笔勾销了。他想给黎父找个养老院，好吃好喝的过完这辈子，那怎么行？那老头不是信佛吗？我就让他信个够。我怂恿黎放，将黎父送到五台山的佛寺去。老人家那么虔诚，一定不能让他这辈子有任何遗憾。黎父居然不肯，呵，我就知道，这种自私的人怎么可能真的信佛？信佛只是为了把自己的一切罪恶都找个完美的借口罢了。也不知佛祖若是真的有灵，想不想下一道雷，劈死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？黎父得知黎放已经是上市公司的大总裁了，叫嚣着要黎放把公司过到他的名下，不然就要去电视台曝光黎放不孝，弃养老人。这贪婪的嘴脸真让人恶心啊！我怎么会允许他再次伤害黎放？我私下找到黎父，温柔地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愿意出家，那我可以把他重新送回监狱，也可以让他和天国的妻子团聚。哦，他信佛，不信基督，天国的说法不对。我更正了一下，可以立刻转世和他妻子再续前缘。现在他信佛了，他求着黎放把他送去佛寺，他要修行，还想普度众生，很好的理想。我赶紧让黎放成全他父亲的愿望。黎晨也出狱了，他很奇怪，总是像个跳梁小丑，跑到黎放面前刷存在感。他时不时拦下黎放的车子，说着黎父黎母有多么疼爱自己，鄙视黎放有多可怜多可悲。有一次，黎晨打听到了黎放要参加宴会，竟然闯了进去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他嘲笑黎放：你现在就算有钱有势又怎么样？爸妈的爱，你永远都得不到。哈哈哈，你那点讨好爸妈的心思，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，永远暗无天日。黎放西装笔挺地站在那里，面色平静，我挽着他的胳膊，继续和几位上市公司老总相谈甚欢。直到黎晨被保安拖了出去，黎放都没有回头去看一眼。黎放的无动于衷让黎晨彻底崩溃。黎晨歇斯底里的声音在宴会厅里回荡：你现在的一切都应该属于我，我才是万众瞩目的主角，我才是所有人羡慕的存在，是你窃取了我的机遇。黎放，你不得好死。我抬头看了眼噙着笑容的黎放，原来最残忍的复仇是，你明知道对方在乎什么，却将他忽视的彻底。